会儿演出加油哦，接下来的演出都看你了，加油哦。谢谢。李玉，你会看我跳舞吗？不会。那你总该祝我演出成功吧？祝你演出成功。喂，红灯灯，你没事吧？膝盖动不了。马上！你会喜欢我吗？哎，都这个时候，你能别说这个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年轻人爱上了一个姑娘，可是姑娘却住在月亮上。于是月老为他们建了一条线，好让他找到彼此。年轻人奋力向前，终于靠近了云彩，走到了月亮身边。可是姑娘却飘飘零零地从月亮上走了下来。1996年，我们在青春时代最后一个中秋晚会上变了一个魔术，它的名字就是而灯必落，高三三班全体敬上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